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啦，当然啦，我哋都要跟进一下我哋而家呢个伟大祖国啊，即系呢个刺杀十岁、刺死十岁日童啊呢、这个事件嘅余波，我都唔知点收科。好啦，喺民间引发巨大争议。好啦，终于咧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叫做赵宏，同埋副教授陈碧咧，九月廿一号，即系早三日啦，发表呢、这个啊。共同文章，其實咧一個社會去到呢個時候咧，其實係極度需要有知識分子咧，去帶領啊呢啲嘅民眾去認清真理。呢、这個亦都係知識分子嘅責任。呢、这個亦都係咧知識分子同識字分子嘅分別。縱然你學貫中西，通曉古今，喺呢咁嘅時刻。你不能夠即引領民眾去思考真理，因為真理很容易的、啊、永遠就越辯越明，很容易的，對定不對，對與錯很容易的，其實、啊、不是很難的，但是呢很多時候呢就昧於這個形勢襟若行善，那些呢你縱然再才高八斗呢，你不能稱之為知識分子。咁你喺而家呢個中國，如果有一個有一班知識分子能夠啊講出一啲通曉人情、通曉世故、普世嘅啊價值嘅語言咧，嗱、啊、對你個國家咧其實真係毫無影響，甚至乎可以修補形象添。咁但係呢啲文章咧喺獲得巨大迴響。當然是正面的迴響，因為呢你很簡單，正常人十幾億人裡面，我不覺得，當然有些人傻的、瘋的，但是呢我真的不會覺得有很多人認為對一個十歲的小孩日本仔是對的，縱然你認為日本仔那麼十惡不赦，即是我告訴你，如果這樣的現在日本有個人說，因為我們一單兩單三單這樣被你搞過，他又對你一個在日本的中國兒童，那你又怎樣呢？老實說，以日本呢那邊的、民意都有說什麼斷交啊，又說什麼啊，大家要小心啊，又說不要去旅遊，是這樣的。你試試如果日本發生一單對你一個即是中國的兒童在日本，哇，我想你那班戰狼當然你不會做到什麼，一定喊打喊殺啦，全國示威是吧，一定是這樣啦，又踢車啊，跟住屌你老母，廣州本城就遭殃㗎啦，好撚大鑊㗎啦！嗰啲屌你老母，明明賣緊呢個紅鱒魚喺日本餐廳就遭殃㗎啦，明唔明啊？喂，山東人嚟喎，大佬係嘛？好啦，嗱呢一篇咧，阿陳碧副教授同埋呢一個啊教授阿趙宏咧啊嘅文章叫做《我們能為死去的孩子做點什麼》，OK？ 文章提到咧，事發後幾乎所有嘅自媒體都將殺戮孩童嘅原因歸咎為幾近癲狂嘅民粹主義同埋毫無理性嘅仇恨教育，但係即使揾到呢啲原因，呢一種野蠻嘅殺戮就可以被理解甚至原諒嗎？嗱，呢篇文章直指從著住和服就被認為涉嫌尋釁滋事，到網絡嘅網紅鐵球啊、亞人等等嘅拙劣表現，再到襲擊日本校車上嘅無辜孩童。眼見愛國主義咁樣被利用同埋拉低，最終淪為罪惡嘅藉口同埋理由，能夠不讓人痛心嗎？如果愛國主義可以如此被濫用，咁仲有幾多罪惡可以假借其名義進行？嗱，如果愛國主義可以咁樣濫用嘅話咧，咁仲有幾多罪惡可以假借其名進行啊？嗱，呢一啲咧文句咧，就往往咧就可能觸動到有啲人嘅神經，所以呢篇文章咪就屏蔽咯。啊，佢話，中國人該銘記日本侵略的暴行和歷史，但銘記難道就要以更多的殺戮和更多的殘暴去表現嗎？這些是不實在不能為文明所容忍的。我們為那個無辜逝去的男孩痛心，為他的母親痛心，也都為文明的跌落痛心。除了譴責暴行、嚴懲兇手，我們又能做點什麼呢？文章主張，第一，
不要再縱容任何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的暴行宣傳。如果有人仍然在蠱惑，或者為了某個偉大的名義就可以隨意荼毒個體的生命，那個、一定是反人性的。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容忍將殘忍殺害無辜孩童的人標榜為抗日英雄，那個、一定是罪惡的。如果要用仇恨靈美，如果要用仇恨靈美銘記歷史，咁帶嚟嘅一定係更加多嘅殺戮同埋傷害。其實呢啲就係常識嚟嘅。面對瘋狂暴行，常識同埋良知總會顯得軟弱嘅，但係亦都總係輕易就被淹沒喺呢個歇斯底里嘅吶喊下面。但係普通人守護文明，亦都係守護自己嘅唯一武器。就係常識。所以不要輕易就掉低手中的鎖匙，不要輕易就接受一種絕對主義的簡單敘事，不要輕易就放棄黎之不易的文明。這篇文章繼續直言，香港現在中國現在的輿論環境，網絡上的瘋狂反日情緒在哪裡來的？難道就是這一兩天盜墓出來的嗎？無論幾猥褻 的行徑，甚至行為涉嫌違法犯法犯罪，只要打著反日愛國的旗號，都會有人在評論區點讚喝彩、搖旗吶喊，常識就變為異類，反思尤為稀缺，勇敢常被吊打，文明成為笑柄。咁呢啲係即係佢哋上面啲人好中意咁樣寫啲咁嘅排句。咁但係又真係好奇怪喎，你連殺僆仔、十歲僆仔都真係有人吶喊搖旗嘅喎。好啦，呢篇文章話：如今喺中國，正義感尚存嘅人咧，只能私下交流，只能朋友圈點讚，只能搖頭嘆息。他們知道什麼對錯，但是就不夠膽發聲，因為惹不起，惹不起誰啊？甚至不能寫出來，寫他的名字出來，就好像哈利波特的伏地魔那樣。哇，這個情況其實現在美國都有，明明我們不透民主黨，你不夠膽說，一說就大冷漠，你不說，不過Donald Trump可以說。好了，文章主張，只有真正的有勇氣正視恐懼人，才能夠說出他的名字，但是我們可能缺乏的就是這個正面的勇氣了。歷史學家要對各自時代的歷史負責任，難道我們就不用對身邊的今時今日負責嗎？這篇文章縱然寫得這樣，他都不夠膽直呼這個佛地魔的名字啊。這篇文章最後提到，有朋友說不要寫，不要出聲，因為會被罵，但是如果小孩子死了，我們都不發聲，我們就是共謀了。這篇文章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因為都有幾天時間，是廣為流傳，極大迴響，正面迴響啊 ！OK， 但是現在就刪除了啦，剩下啲零星的keep 嗰啲咁嘅 capital。咁當然啦，呢篇文章竟然即係我認為是常識啦。你話摘地又冇聲好啦，係俾一啲民族主義者質疑嘅。咁我真係想問嗰啲民族主義者，屌你咁殺呢個僆仔，係有對定錯先？係你愛國唔受愛，係兩個層次嚟。係嘛？好啦，咁當然啦，呢個大家應該睇過啦。有噶，四川副院長就係宣揚仇恨言論，而家引起抨擊。嗱，你睇到個民眾，即係大部分個 stand 喺邊度？呢一個咧，嗱叫做黃如一啊，哦，四川嘅副院長。咁當然啦，你副院長好多，佢係。那個 group 裏面講乜嘢咧？話喂，死個僆仔有咁幾大件事啊？啊！啲人話喂，唔係會濫殺無辜喎，濫殺咩無辜啊？日本仔嚟嘅喎，嗱佢咁講啊。咁而家咧，據講咧就暫時被停職調查。嗱，我覺得咧，你共產黨咧，我真係唔知呢啲人根本上，即使佢閒話一句當佢都好，唔用得噶啦。但我好覺得三時五刻咁又走翻鋪頭咯，呢啲有 OK 好啦。嗱，9月21日 OK 有個網傳嘅截圖顯示，有一個叫黃如一嘅網民喺某一個微信群組入邊，即係啲群組入邊啲人 cap 佢出嚟啦，喺度寫留言話殺個小孩兒多大事兒啊？有網民就反駁：喂，院長大人，個小孩子10歲啫喎。黃如一仲未 sense 到，繼續去發表一啲仇恨言論。OK， 嗱，知情人士咧啊，就同微信公號雞蛋煲啊講：喂，網傳呢個微信群聊咧係事實嚟嘅。好啦，呢個黃如一咧，1983年出世，2004年進入四川省
農村能源辦公室工作，8393203，即係21歲入去。2011年升至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同年 ，OK， 黃如一掛職金枝洲新農園委常委、副院長，負責省直定點扶貧幫扶工作等等啦。OK， 好啦，嗱，據講呢個群鳥咧係百人大群嚟嘅，即係話好撚犀利喎。OK，主要咧係為出版啊、傳媒等等行業咧，啲書友咧就會喺度傾偈嘅啊。咁點知呢個黃宇咧就發表上述言論之後咧，就所有人都話佢嗱，所有人話佢啊，咁我哋都睇到啦。嗯。OK， 咁佢而家都離咗 Quick Group 個 group 啦。雞蛋煲就報道啦，喂，屌你老味，佢哋打電話去呢一個咁嘅公眾號啊、微信公眾號啊，大陸反而做到呢啲嘢喎，而家嚟香港得唔得？我真係唔知。打電話去金枝洲同埋新農園有關部門投訴，就獲悉涉事嘅網民果然係你政府嘅領導成員。咁啊，新農園政府辦咧嘅工作人員話呢件事咧，我哋已經掌握咗啦，而家處理當中。金枝洲政府咧就話：喂，已經報上去啦，肯定係要處理嘅，後續嘅處理結果就會公佈。我真係唔明，佢一個群聊入邊又唔係要特別出位，即係大家傾偈。佢可能真係認真地講，覺得會殺個僆仔有咩問題啊？嗯。啊！屌你老母，你死唔撚死？千萬金。喂，我認為呢單嘢當然好問題啦，單一單睇係大問題。你結合埋，即係頭先啱啱嗰篇文章啦，喂，嗰啲乜嘢亞人啊，咩鐵頭，跟住去咩靖國神社屙尿啊，六月份啊，胡友平事件啊，嗯、你結合埋呢啲，跟住仲要每一日，屌你電視劇係咁喺度殺日本仔，咁你就覺得呢、這個喂？當然不是簡單的問題啦，當然是複雜的問題啦。喂，這個不是說人家退不退出了我們，影響我們經濟，而是你這樣製造仇恨，究竟即我們想我們的下一代在什麼環境到長大先？是充滿著仇恨對於社會仇視啊？還是當然我們希望是充滿著愛啦，但我們又未至於去到左膠，我們都告訴你，世界上就是這麼現實的，不要那麼卡啊！好像這一單這樣，這個堅啊！貴州省有一個呢，這個叫什麼險南啊，我都不能識讀這個字，金 anyway 啦，南州原州長中陽，這個女州長來的 OK， 中陽因為涉嫌受賄超過6000萬人民幣，如果作為一個州長呢，6000萬就真的太少了 OK， 近日呢就遭中共開除黨籍，而且被法院判佢13年有期徒刑。嗱，除咗貪污受賄之外，中陽喺 在職期間被揭發同多達58名男下屬發生不倫戀同埋婚外情，更加有網傳嘅影片顯示咧，每次需要10名男子輪流上陣，我要打10個，引發呢個輿論嘅熱議。嗱，據講。中央因為嚴重違反中共生活紀律和受賄，不是啊，他這樣搞事情和受賄就很合中共是吧，那就這樣啦。經過貴州省委討論，最終決定開除他黨籍，哇，好難慘啊，終止了黨代表資格，依法追繳所得，所有非法所得一定要追繳，不是自己怎麼分啊。同時法院認定中央在他職務期間利用權力大肆收賄，判處他13年的有期徒刑。如果今年52歲，13年都60多歲啫。啊！同時媒體進一步披露，中央咧咁撚清楚，屌你冇咁撚擔丁都數得出，同58名男下屬發生性關係嘅醜聞喺網絡上面流傳。咁58名男下屬使唔使喐先？啊！部分男下屬為求升職，甘願成為他的情人，另有部分人。就因為巨派的權勢不得不屈從，中央事後說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表示貪求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最終的下場只能夠是粉身碎骨。會不會誇張？老實說，你說你有沒有女人咁貪色咧，係有嘅。本大食每一次俾10條粉屌，係有嘅，係有嘅。女人咁貪色啊，尤其是共產黨，我哋都見過好多。一個心理變態咗啊！係就等於咧，佢嗰陣時已經唔係性愛咁簡單噶啦，係要點樣咧去屈辱你哋嗰啲
即係羞辱你啲下屬啊！就一次十個點玩，你含忍都含到咁多啦，係咪啊？未，我哋逐樣嚟先，要羞辱下屬係會有嘅，我覺得呢啲情況。咁啊玩起上嚟，佢係咪性上癮定點樣咧？我哋就唔知道。咁你話佢話每次要十個男人 stand by， 就唔代表一次過又含忍又情，因為佢係大王嚟噶嘛。老實講，就算你瞓喺度俾啲馬喺度屌啊！十個咧，其實都唔係容易嘅。廿隻手摸你，唔係你我當你輪流嚟啊，輪住嚟啊，你真係會乾淨啊嘛，係嘛？咁但係但係唔有冇帶套咧？嗱，其實我覺得咁講，如果唔係因為有懷孕嘅恐懼，同埋有性病嘅恐懼，從動物嘅本能嚟出發，根本男女都咁濫交。你試下，如果是一定沒有性病，這個世界是沒有性病存在的，這個世界性病存在就是怕你們太濫交而已，是沒有懷孕的。我想真的屌你老母，天天在街上屌你老母，真的你看看我小姐怎樣，其實我夠硬的，想跟你搏你行不行，我想 都有機會的，真的他也想的嘛。好了，你說十個，第一是妄傳，第二他沒有所謂的，我要十個一個打十個過嚟，逐個嚟同我舐兩下去羞辱你啫嘛！哦，好撚過癮啊！舐兩下，呢個舐跟住，屌你老母閪，舐屎眼！嗯啊，喂，咁你仲要爭寵喎，向佢獻媚喎，希望有突出嘅表現，佢記得你喎。係啊，啊，如果啦，然後最後，咦，最後啦，玩到咁上下啦，都真係要正式搏嘢噶嘛？好似我哋咁樣又舐又剩，你最後都要搏一搏噶嘛？好啦，喂，你哋行開。阿炳留喺度，即係今晚嗰兩炳，熱來嘢都有翻，你抽嘢今日都硬硬正正，屌你啦，冇閪，過嚟診下啫，其他人唔好走著出去嘅喎，或者隔離啦，接力，再唔再咪要隔離，屌你諗你九條友互相大骷髏含撚，人人唔公，係啊，人人唔公咯，做乜撚嘢啊，都要玩噶啦，係嘛，有咩辦法 ？OK， 咁我覺得 OK 啊，嗱，我哋睇下呢個阿中陽先，52歲。點瀨啊！呢啲你屌啊！嗱，唔好咁講，八正啊！嗱，唔好咁講，你話如果嗱，我哋睇呢個相，嗱，絕對唔想食嘅。點熱啊！仆街！但係要咁講，各位網友，喂，如果女上司係咁樣，辭職啊！如果女上司係咁樣，而佢有權力嘅話，喂，其實都冇辦法嘅喎。嗱，佢唔係太差，第一。係啊，點解咧？點解咧？佢髮型係老土啲，啲衣著係太過端莊。第一，佢白淨。係，呢個真係白淨。第二，佢咁樣又唔賤。屌你老母閪！十個阿姐唔撚係啊嘛啊！即係你唔會想 eat 嘅。你我諗你譬如有個咁嘅即係老虎狗咁撚樣，你點會想 eat 啊？都鼻哥窿唔得啊！冇啊！屌你咁，呢個唔係做人曬。但係係著喂講真，喂你話點食？喂，如果你老細係呢啲。屌你老母，係咪咁？你諗下，係咪好撚過係譚慧珠好撚多啊？係咪好過利敏晶好撚多啊？食噶啦！屌你老母，你冇辦法去，而家叫你，佢而家佢要你食佢啊！好嘅，好下一張。嗱，呢個就受審。係。嗱，髮型好啲。化妝各樣嘢唔同啊啦，呢個就端莊好多啦。嗱，都係要啦。屌你老尾，講真。我係咁，我懷疑係咪一個人？但係睇啲文字就話係佢嚟嘅喎，中陽喎。似啲頭髮其實誒，即係點樣吹啫？嗱，屌各位咁又點睇咧？啊，喂，50路50男，屌你！我真係唔諗知。咁你屌你嘅前途掌握佢度就冇計㗎啦。屌你都要嚟一嚟㗎啦，冇辦法㗎啦。要後邊嗰兩個。咁啊，絕對冇疑問啦，嗰兩個就好啦，西塵。